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我们再往下看好了。好，我们再开始要谈，就是呢，我们说呢，这个认识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呢，唯识宗里面如何谈这个认识论啊？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外境呢？哈，那么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一个房间里面呢，心就是在里面。那么有六个窗户啊，我们的心呢就这样蹦蹦跳跳的，那么一下子往这个窗跑去探一探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往这个窗，透过我们的六根门而往外去接触这个外境。那么这个六根指的是哪六根呢？也就是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意根。那么刚刚呢，有一位老师就问我说：“哎，这个根呢、我刚刚请你们看这个课本的表上面，怎么设法里面怎么少了一个意根呢？”因为意根是属于什么样呢？心的部分，是属于精神的部分。所以在你们课本的这个表的地方有一个设法，我刚刚请你们写说是五根的部分，有没有？哎，那个呢，把它归类到意识那边上面去。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看这个投影片上讲的这个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呢，各位你看看我们这个六根呢，这个眼睛呢、鼻子、耳朵，各位摸摸看。是不是肉体的啊？你可以摸得到，是不是啊？所以它是设法，你可以摸得到。各位，这个耳朵里面有没有神经啊？有啊，是不是？没有神经的话，你耳朵你给它压下去不会痛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根里面有浮尘根跟尽摄根。各位，那么浮尘根是什么？你摸得到这些肉团的。这些是属于色的物质的部分，我们的这个肉身眼睛是不是肉啊？有没有摸到这个肉？耳朵有没有摸到这个肉？是不是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它是一种浮尘根，也就是在唯识宗来讲，在佛教来讲，这个是什么地水火风四大的元素所组成的这个色身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那么我刚刚提到这些根的后面有没有神经系统啊？有，是不是啊？没有神经系统的话，你看你眼睛看着前面视而不见，是不是是不是你虽然有眼睛，但是如果眼睛出了毛病，眼睛能不能产生看的功能在啊？没有办法的，是不是所以它后面一定要有一个近摄根，也就是什么我们一般讲的神经系统，也就是感觉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一个感觉器官，我们的鼻子也好，眼睛也好，耳朵也好，一定是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肉团的部分，以及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维系的神经系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组成起来，才有办法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样认识的功能，有没有了解？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好，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六根那么刚刚讲浮尘根啊，净色根，再来我们看看六尘，是不是六尘？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就是前面那六种根，面对六种境。哪六种境呢？就是呢，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外境。那么各位你看看我眼睛我眼睛眼睛透过我眼睛看到外面的就是一个色。我们呢，我们说你看各位看看这个有一个六尘，有没有？我们一般就称为六境。那么为什么称它为尘呢？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我们说呢，它会让我们怎么样呢？起烦恼所以呢是不清净的啦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尘。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六尘眼睛所面对的是什么？色。耳朵所听到的是声，是不是啊？鼻子所听的、所闻到的是香，是不是？舌头所怎么样接触到的是味，我们身体所接触到的是一个触觉，是不是啊？好，触觉。那么我们说，我们简单讲色，眼根所接触到这个色尘，也就是说，透过你的眼睛，你看到外面这些形形色色。我刚刚讲过，形形色色的有什么呢？也就是说呢，有所谓的我们说呢，青黄赤白啊，青黄赤白啦哈。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说呢，晨雾隐光哈，明暗呐，这些呢，这个都是呢显色，在佛法里面呢，称它为明显的显啊，色颜色的色。那么还有没有一种色呢？叫做形色。就是有它的形状啊，形状。我们说长短高矮，是不是啊？正不正呢？哈、啊，这个都就叫做呢啊形色。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六尘呢、啊，哈、啊，那么啊眼睛所遇到的是色，耳朵所听到的是什么？各种不同的声音，是不是？那么嘴巴呢？所怎么样呢？所这个吃到的是各种不同的味道。那么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哈，那么这个也不算笑话，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笑。那么有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同学啊、这个呢老子有说过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下面是什么啊？”一个学生说：“老师，我知道，五马令人分尸。”下一句是什么？五味令人口爽，是不是啊？好，那么可是呢，这个学生说：“哎呀，五马令人分尸。”这个想象力也蛮快的啦，哈，反应也非常的快。那么我们这里所提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你看你的眼根接触外面的色境，形形色色，男男女女各种事物，是不是？耳朵听到是什么音声呐、啊？好的音声也有，不好的音声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都有，是不是？那么我们说这个啊，五色啊，杂七杂八的颜色会令人眼睛怎么样都看不清楚了。那么很多的声音呢，令人耳朵听的都怎么样啊？耳朵都要快聋的，是不是？五味的东西，你看这个吃的东西，各种啊浓淡咸淡什么都各种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呢，我们说呢，令人到底呢啊？这个味道到底是如何，没有办法分别，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外面呢六根所外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呢，让我们怎么样呢？就在这个根对境的时候呢，产生了种种的分别。当然我现在是为了要跟各位解释六根跟六尘是什么，我这样跟各位讲。那么我们还没有到认识情绪升起的阶段，只是我现在先跟各位呢介绍这些名词，我怕各位呢可能有的人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好，我们再往下看哦。那么六识是不是六识啊？我们说六识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不是啊？那么还有呢，六识是依怎么来讲呢？依着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根对什么？根对外面的境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产生了什么出来啊？见闻嗅味触知啊，这些种种的这个怎么样啊？了别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那么我们说，那这六识当中啊，又以什么为主呢？也就是呢，以意识为主。所以呢，眼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呢，这六识，六识中以意识为中心，那么它强而有力呢。我们说呢，作善作恶呢，全在是怎么样呢？意识的这个主导之下，是不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呢，当我们的眼根面对色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眼识出来。
那么这个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了别啊，四的意思就是分别了别。那么当我们呢接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接触到外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分别啊。我们眼睛看到哦，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黄色的。面对这些色尘的时候呢，听到声音的时候呢，啊，这个是什么音乐？这个是什么声音？可是当你的根判到尽，一直到你事的产生，这个中间呢、啊、是有它的程序在。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呢所要讲的部分。那么我们要下来，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说刚刚我们提到，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提一下，一根跟五根的一个关系。各位，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哈、哦，那么。五根眼耳鼻舌身，是不是啊？前面这五个，这五个根各位都看得到摸得到，有没有？耳朵鼻子嘴巴舌头身体你都摸得到。而且我们这个身体啊，单单这个身体里面就已经怎么样呢？这个身根啊，这个身体是一个根身哦，这个根身里面就已经怎么样，有包含了五根在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根在里面。这个一根是什么？就是一个心理的，是一个精神的，是不是？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他们彼此的之间怎么互动呢？我们看一下哦。那么一根与五根的关系，这个是在经典里面所说的，《中阿含经》里面，《大须罗经》里面说，一为比五根一，有没有？一根是前面五根所依止的。换句话说，前面的五根啊，没有一根是不行的，没有办法产生分别的功能的啊。那么好，我们再往下看哦。那么我们说这个五根啊，我们说呢是由四大，我们刚刚提到地水火风所造成的清净色，是物质，是不是啊？是属于生理的。那么一根呢是属于精神的，属于心理的。意为五根所依止，也就是说物质的生理机构呢必须要依心理而存在而起作用。那么如果心理一旦停止活动，生理的五根也会及时变坏。所以五根跟一根是什么？相依共存的。所以各位刚刚提到了，为什么一根没有列入在色法里面？因为它是精神的部分。那么一根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我们刚刚讲过，你的五根接触外面的六尘之后产生的这个六识，对不对？我刚刚提到哦，产生这个六识，那么产生这个六识是一个分别。可是这个六识当中并不是说每一识都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功能，最重要还是在哪里？第六意识。各位，那第六意识是怎么来的？它一定也要依于一根意识才生得起来，对不对？前面的五识要依于意识而生起，那么前面的五根要依于一根而生起的，有没有了解？要依于一根，也就是说他们是五根，前面的五根跟一根两个是什么样？相互依存的，有没有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说呢，当你呢在对外境，你的五根在对外境的时候呢，你没有，你说你没有一根可以吗？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产生分别的功能，是不是？那么你如果单单有一根的话，你没有透过五根去接触外境的话呢，一根也没有办法产生功能啊，发挥不了它的功能啊，是不是？根本也不用谈，因为根本没有生根在的话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说明。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心事了尽的程序呢，也下面呢就是要跟各位介绍，我们呢这个呢尽情绪的升起的话，它是怎么样呢？一步一步的这样呢出现呢我们下面呢就要谈这个地方。那么前六根之取尽，那么我们说呢也是经典所说的，五根一行一境界，各个受取自境界，亦为彼尽受境界。这什么意思呢？你看五根各有各自的境界。各位，五根我们刚刚讲眼耳鼻舌身，这个是五根哦。
那么各自有各自所认知的对象，眼它一定是面对外面的色，对不对？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种种的。耳朵的功能是什么？一定有它个别。耳朵的功能是什么？听外面的声音，是不是？那么你不可能用耳朵去看外面的东西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不可能用舌头去听声音吧？不可能吧？这个意思就是说，五根各有它各自的境，有没有了解？它各自的功能在，但是这个一根就不一样了哦。一根呢，它可以总刮前面五根进来，它都怎么样呢？它都可以圆。我们刚刚讲前面的五根是必须怎么样依于一根的，是不是？所以呢，一根是怎么样比尽受境界，所有的境界一进来，一根都接受了。换句话说，一根可以接受色，可以接受身进来，也可以收受味进来。有没有了解我们吃东西的这种味觉？哎，它都可以呢啊，有这样的这个什么样啊，它都可以把它接收进来。所以我们一般讲就是说，一根啊，这个意产生这个意识呢，它是有什么功能？分别一切的功能在。那么我们说，那前五识难道就没有功能吗？哎，五识哦，五识竟然叫做识的话，识就是一种分别啊，那应该也有分别功能啊，对不对？可是呢？啊，我们说呢，前面的五识的功，五识认识境的时候，当根对境产生识的时候，它的这个认知是一个什么认知啊？很浅的认知，有没有了解？很浅的认知。我们说，换句话讲，就说，哎，你只能够认识一个大概的形状。譬如说，哎，我眼睛看到你了，哦，你是一个女的。哦，我只能知道说啊，你是一个女的，可是呢，你是高矮胖瘦怎么样呢？进一步做这种维系的认知，这个要靠谁？靠意识，有没有了解这个哈？那么我把它再往下看，这样可能会不清楚。眼识缘色境是一种无分别的缘取，有没有？它是没有分别的，不是说没有分别，很浅，有没有了解？我刚才讲很浅，有共生的心所啊。而这些心所法无分别的状态，那么各位，我刚刚在你们表上，我请你们画上一个触受想思，有没有？好，下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一连贯就是要讲这些了。那么我们说呢，好，这些呢，也就是说你眼识在缘，我们现在只取其中一个就好了哈，五根我们只取中一个根啊，来讲的话，你的眼根去认识这个外境的时候，我们说我的眼睛，我透过眼睛我看到一朵玫瑰花，玫瑰花是不是我的对境啊？我知道玫瑰花。好，那么当我第一念看到玫瑰花，这是一种无分别的状态，有没有了解啊？它可以说呢非常的浅。那么这种无分别的状态，它的共生心所会侵来，会出现，就是我刚刚请你们画的什么心所，触受想思会出现，有没有了解啊？那么我们说呢，而且这些呢，触受想思出现还是一样，再怎么样还是一样没有分别。那要到哪个地方才有分别呢？就是下面了。那么我们说啊，那么其共生的其他心所呢，所对的境而生，也都一样的没有分别。换句话说，五识里面，比如说眼识来讲，眼识升起，以它以及跟它共生起来的触，我们接触的东西。感受到的这些都是属于心所，那么这些呢啊，也会一起升起来。可是这些还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受还没有到达什么分别的，还没有到达什么呢？感受到是苦或乐的这个阶，还没有到达发展到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往下看，和五识何以无分别？因为它缘外摄缘外境在升起，怎么样？此心很浅，是不是非常的浅？它没有分别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那么我们说意识缘一切法，我们刚刚讲眼耳鼻舌身五识，我们刚刚只举了一个意识，指了一个缘识。相形之下呢，耳识我们说呢鼻识身识，这个也是一样，前五识通通一样，都是一种很浅
啊，那么还没有到分别的状态，可是呢意识就不一样。他说意识呢远离切法，意识跟他共生的心所，以一切法为所缘。我刚刚讲到一切法是什么，只要是外境所接收进来的，透过五根所接收进来的种种的事事物物、人事物等等，意识怎么样，这个讯息都会传到意识来，有没有了解？那么我们说呢，含前五识所缘的境界，以及自己意识所缘的境界。那么前五识所缘的境界都是摄境，意识呢还要再缘其他的境。你看到、意识呢接收了前面五识所进来的讯息之后呢，加以分别。可是意识哦，他有没有他自己所对的境啊？有，在你们看那个表里面有一个设法的地方，有没有一个法处？有没有看到一个法处的地方？你们那个表有没有课本的表？课本的表五位当中有一个设，有没有一个设法？设法的后面有一个法处，有没有？那个就是什么意所对的境。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法处呢，它也是什么样呢？看不到的，因为意根是精神的部分，那么法处呢是意根所缘的这个境，也是看不到。那什么是法处？各位，我现在啊，我住台东啊，我是台东人。哎呀，我现在眼睛闭起来，哎呀，台东真的很棒哦，好大一片的稻田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台东啊？哎呀，美不美啊？很美，是不是很美啊？台东很美，是不是？哎，我眼睛里闭起来，台东的那个景象影子在我的脑海中。各位，世界最高的铁塔，哎呦，巴黎铁塔，我眼睛变铁塔的影像会不会在我眼睛里面？我的心想在想什么，我自己都很清楚。那个影心中所现出去的这个影像，就是一根所缘的，我们称它为什么法处？有没有？你们的这个课本里面那个表的地方有一个设法，有没有？这个设法后面有一个法处设，有没有？哎，那个就是所谓那个就是一根所缘的，有没有了解哈？那么一根缘这个法处之后，也是一样，也是产生什么样？也是产生一个意识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说呢，意这里所提到呢，意识要缘一切法，而且呢，连他自己所对的境。这个法处他也要圆他，他不是只有圆什么样呢？前面五识呢所传进来的讯息而已，是不是？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好，我们这里就要开始谈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好，我们刚刚一直谈哦，一根跟五根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对不对？我刚刚一直提两个是一个是我们说呢前面的五根是肉团的，你看得到了，一根是看不到你精神的部分，它是属于精神内在的这个部分。那么当我们呢当我们的这个前面的五根肉团，因为我们接触外境要靠谁啊？当然靠前面的五根啊。你看看，我们没有前面的五根，我们有办法去认识外面是好是坏，这些都没有办法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要透过五根才有办法。那透过五根去之后呢，然后认识这个境，这个就是一种五识产生这个分别。那我刚刚跟各位提过，当前面的五根去认识这个外层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是不是？眼根看到颜色的色法，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嘴巴吃到东西，我的身体碰触到比较柔软的、比较坚硬的、比较滑的、湿的，这个我会产生感觉吧。好，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当我这个五根接触到这个外面的这个进的时候，产生这个五识的时候，当下第一刹那是什么？没有分别的，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好，我们看这里，看直接看投影片。那么前五识跟他共生的心所是无分别的，前五识将他所缘无分别的形象转移到意识当中，意识呢就吸收什么样前面五识传进来的这个第一念就接收进来了。
那么在第六世来讲的话呢，他接收前面的这五世传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心还是很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一种无分别的状态。要到哪里呢？第二念，谁的第二念？第六意识的第二念。第六意识的第二念，它这个深层的分别才先才生得起来。第二念的这个深层的分别起来之后，跟它相应的心所呢就会起来。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才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刚刚讲一个例子。我现在眼睛呢看到一朵玫瑰花这个玫瑰花是最简单的，所以说讲玫瑰花好了。我的眼根呢，就是眼根，我圆到外面的射镜，这个是玫瑰花。是我知道这是玫瑰花，这是眼识的升起。可是呢，玫瑰花有没有说颜色深浅啊，有没有大朵小朵啊，有没有这些啊，这些的分别到这个地方，我说哎呀，这朵玫瑰花是黄色的，很漂亮漂亮，这个就是一个心所了。漂亮，我喜欢，这个功能已经到哪里了？第六意识了。各位有没有了解？所以呢我刚刚一直跟各位强调，在唯识中里面，就是把你的心常常在那种忙忙碌碌快速之下呢，让你呢放慢脚步，放慢动作，看看你每一个动作是停留在心所的哪一个阶段，你慢慢试着去做看看。那么我们说呢，你看第二刹那意识呢，才有办法怎么样？真正的去了别这个境界是什么？到底这个是胖瘦癌还是怎么样？你才有办法知道。那么好，我们下面要谈那为何何以这个分别意识？那么我们就要问啊，我们说到前面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经过呢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六境呢，产生六识，然后这个六识呢又透过意识第二刹那的分别，所以我们才知道，是不是？那我们就要问啊，这个意识怎么可以有了境的功能？为什么意识能够比前面的五识呢更进一步有分别的功能在呢？重点在哪里？我刚刚提到第六意识有谁跟它相应起来的，就是触，有没有触心所？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受心所跟想跟思。各位看我们看里面的内容。金云根尽是三合合生处，有没有？也就是呢，从意识中会升起什么触心所。我刚刚说共心所，这个共就是表示它跟第六意识是什么同时升起来的，有没有了解？所以在这个同时升起，这个触心所升起来了，那么后面的受想思跟着都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才会进一步感受到什么苦乐，这个你才有办法。那么我们说呢，领纳这个那你感觉到苦或是乐的，这个是受。那么再进一步呢，讨厌喜欢不喜欢出现了，这个是想啊，心开始要发动了，要做什么了，这个就是思。那么这时候你就会产生行动。我用一个简单的来讲，我刚刚讲到玫瑰花，那么我看到这朵玫瑰花，这是我的眼根面对色的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啊？好，那我产生眼识第一刹那玫瑰花，我进一步，哎呀，这个玫瑰花呢很漂亮，很大朵，这个是到第六意识的第二刹那分别了。好，那么我说呢，我刚刚讲到这个触心所起来了，触心所的后面有一个受，会感受到说，哎呀，这个真的很漂亮。感那个觉受起来了，就是说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看得很，为什么会喜欢？我想要把它摘下来，是不是？我再摘下来供佛该多好，是不是？那你有什么样呢？有刚刚的这个什么样呢？从触进一步到受了，受是什么？你已经让你产生什么喜欢更不喜欢了，讨厌或不讨厌了，这个已经升起来了。讨厌的东西我们当然会排斥它，喜欢的东西什么样
我们会要他，这个就是什么？想心所了，是不是？好，想心所起来之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呀？动作出来了，哎，我把它摘回家来了，啊，这个就是思，这个就是行动。所以呢，你各位看看哦，你回想一下，你去看到外面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哎，我们随手就摘下来。可是你给它放慢脚步来讲，这中间是怎么样？有很多心所，刹那刹那一直作用着。那若是你给它仔细想想，没有这些心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呢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出来的。好，那么我们这样进一步又要讲了。各位，我刚刚讲好，前面都知道了啊，这个触跟受是一个很重要关键，是不是啊？啊，受，尤其这个受。那么受呢，因为呢受就是你情绪已经慢慢出来了，你感受到什么样，我喜欢不喜欢，这个情绪已经出来了。那各位，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想一想，有没有人呢对这个外进来的时候产生这个什么受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说呢而不为所动的啊，有没有？很难啊，是不是？对喜欢的话，我们当然就希望得到，不喜欢我们都会排斥它，是不是？那么好，我们先看这个，先认识一下触跟受的功能啊，下面呢就更清楚了。三合合呢就是根茎四三合合，我们刚刚讲根就是呢前面的五根，有没有啊？好，前面来自于六根啊，面对于色身香味触法六境，那么产生的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识，这样三法合合之下会产生什么触？那么我们说呢，这三法是什么？缺一不可。那么触的作用是做什么？作为受的所依，没有触，受是生不起来的。有没有了解？我们所谓的触是什么？哎，不是我真的身体去碰触这个玫瑰花这个触啦，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的眼睛看到这个玫瑰花，我跟它产生了一个什么交集？有没有了解？这个眼触是不是交集？不是说我眼睛真的去碰到这个玫瑰花才叫眼触，是一种交集，是不是？啊，我看到，我触动啊，这个画面触动我的心，难道是我的心去碰到这个画面？不是的，我讲的是这个触。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触呢一定要出现之后受才会感觉到，你没有接触到，没有交集到，你会感觉到有受吗？不可能的事情。你这种好坏喜欢，你这种情绪是没有办法生出来的，是不是一定到受的阶段？那么我们说呢，当和合时跟随顺苦乐等受而起分别。那么我们说为何呢触是做受的所依呢？好，我们说经典上讲哦，受用乐时以触为缘，你要能够受用到这个乐的话，感受到乐的话呢，一定要靠谁？一定要有触作为一个接中间的一个连接线，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个桥梁好，一定要有有这个触。那么我们说呢，触有了之后呢，能生乐受。那么换句话说，受用乐的时候，乐的所缘境界是以触为缘，因为要能生起触之后呢，乐受才生得起来。那么我们说呢，受是什么？领纳的功能，接纳的功能，接纳什么？触的一个外境的这个领纳，这个外境进来让你感觉的这个出现了，这个就是受啊。那么我们说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受，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凡夫接触到外境会生起不苦不乐的受呢？而圣者不会，重点在哪里？诶，我们说圣者或是修养比较好的人啊，诶，面对这个外境的时候，诶，也不为心所动啊，有没有啊？啊，这个境界相当的高，不然的话呢，我们呢面对这个五欲六尘啊，那么心呢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受它起响，不管是负面也好，正面也好，都会受到一点影响。但是凡夫会受影响，圣者呢就不会受影响了，是不是？不为所动，圣者他有这样。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哪里？凡夫有四种烦恼，我们看这里啊。那么我们说呢，凡夫为什么凡夫会有这四种凡夫六根接触外境后会产生其
苦啊乐，不苦不乐的感受，而圣者就不会呢，因为凡夫什么恒时有俱生的是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的这是烦恼，这个惑是惑，惑在佛教里面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哈。那么跟它相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凡夫里面呐、啊，天生这个俱生呐、啊，什么意思？俱生就是什么？天生的意思，本能上的意思呢？我们有四种烦恼在：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的这个四惑跟它相应。所以呢，哎，你前面的六识进来到第六意识产生触到了受的时候呢，受产生我可以不受影响，可是凡夫因为有这四烦恼在，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四惑在啊，所以怎么样呢啊，跟他相应，所以本来啊，本来是什么样呢，诶，你可以呢啊，这是一朵玫瑰花啊，我看到玫瑰花，玫瑰花就玫瑰花吗？你不会在这个玫瑰花上起说，诶，我喜欢不喜欢或是讨厌啊，是你不会起这样的一个，可是很难，你知道吗？为什么？凡夫有这四种的根本烦恼在，我们本能上怎么样？我吃好，我们说，我们看下面好了。我们说呢，这四烦恼是什么样呢？我们说，我吃是不是啊？哦，我吃我见啊，我慢我爱，只有以自我为对象。那么这四种烦恼的都是以我为主的，因为我本身以我为对象，只有我本身，而且这四烦恼是俱生的，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天生，有没有了解？天生本能上以我为主。哎，我们说，哎，那有谁不爱自己呀？谁都爱自己，是不是啊？我们说呢，这个地方呢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都是本能上的以我为主。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我见。那么我见呢，就是一种什么样呢？彼此之间强烈的我见呢，我们说彼此之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是烦恼的根本。各位，你可以回想，好好想一下，我们的情绪呢，来自于的很多都是因为我见，是不是？什么叫做我见？固执自己的看法。啊，不接受别人的看法，是不是固执自己的接受吧？那么你固执自己的看法之后，你可能会就什么排斥别人，或是没有办法接纳别人，是不是？那么随时随地你都是怎么样呢？保持什么样？以自我为主，我的我的。你看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在跟人家讲话，我的我的都加上一个我，很本能，我们都会加上一个我，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啊，所以这个我见呢，我们说呢啊，这个是呢。一个让我们产生情绪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本能上有这种我见在啊。我们说夫妻会吵架，什么原因呢？只有一个，意见不同。兄弟之间会吵架，只有一个，意见不同，是不是啊？啊，我们说啊，都是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上司跟部属之间意见不同，是不是这样？这个都是见来的。那么这个很本能上呢，我们呢啊都有这种我见在。那这个我见呢，当然我们说呢也有好的啊，不是不好的啊。那么也就是说，看你啊当下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不过呢，一般来讲，既然是我的话呢，以我为主的话呢，在佛教里面都把它认为是一个烦恼，因为什么都是以你自己为主，这样就。我们说呢，这样我们说执着嘛，自己固执自己的看法嘛，有我在啊，我的看法是最正确的这样的。那么我爱呢，我们说世间种种苦的原因来自于爱，那么爱也是呢依其他条件而生的啊，这个条件就是来自于受，而受又依什么处而生起来。辗转相依，构成所谓的十二缘起，也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那么我们说呢，佛陀告诉我们，世间的苦，苦的原因来自于哪里？爱，是不是？当然，这个爱我们不要把它狭隘的认为什么，狭隘的认为是男女之间的爱，不要把它想成这样。我爱我的权利，我爱我的地位，我爱我的家人，这个都是一种爱。是不是啊？啊，这个是一种爱。那么我们来自于我们说呢，对自己身体的
这种什么样呢？让我自己更健康、更美丽、更长寿，这个也是一个爱，是不是啊？有没有人不爱自己呀？哎呀，不可能的啦！我很爱我自己呀，是不是啊？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健康，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我爱呢？好，那么我们说这个爱呢，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把它反推上去，爱来自于哪里？受嘛，因为你有感受到了嘛，你感受到乐，你就会喜欢，你就会爱他嘛。你感受到苦，你就会排斥他嘛。我们说这个受有三种受。苦乐苦受，是不是？还有什么受啊？乐受，还有呢？不苦不乐受啊，跟我一点相关都没有。我看他，哎，不会让我产生所谓的乐受跟苦受，这个就是不苦不乐，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爱的根源来自于受，受的根源来自于再往前推，来自于哪里？触，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我们说你这样相续下来，那么本来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受呢，可以是。不至于发展到爱的阶段，是不是？但是因为呢，我们呢本能上就是呢，有这种，习性啊，这个爱在呢，所以呢，我们呢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出来。爱我的家人，是不是？爱我的什么人什么人，是不是？爱我的权利，爱我的位置，爱我的什么啊？这些种种的问题就会出现了。再来就是我慢。我慢呢，我们说呢，骄慢。这个我慢的人呢，哈，大部分是什么？自尊心很强的人啊，自尊心比较强的人，是不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骄慢是不是自尊心比较强？那么自尊心比较强的人呢，各位每一个人，他要骂人家如果讲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的话，你可能就会说，哎呀，你伤了我的自尊啦，有没有？我们本能上这种自尊。强不强？非常强的，是不是？那么你不尊重我啊，你伤害我的自尊了，这个都是属于呢啊我们的骄慢，是不是？那么再来就是呢痴啊，我们说呢愚痴啊，痴就是一种烦恼啊，没有智慧了哈，这个是啊我刚刚啊有提到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对于啊刚刚前面呢所提到的这些种种有个概念呢，情绪的发生啊，你也有个清楚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了、如何来对治跟调伏呢？那么我们说呢，重要在哪里？六根，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六根，六根所产生的这个触也有六种，有没有？我们刚刚一直讲，产生根识相碰，最重要来在哪里呢？触的地方，是不是？触是产生这个我们说受苦乐受的一个重要地方，所以你要好好的。在你的接触外境这个六处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体会到无我，不起执着，不起烦恼。那么对这个处呢，哎，升起的时候认识它，看着它。那么我们说呢，不要让它呢发展到后面的这个受来啊，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呢让这个负面的情绪升起来。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要怎么样修学，要调伏啊，才有办法。那么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泰国的有名的这个师父啊，他讲修行中必须呢如解十里流，阻止这个触跟阻止触发展到受，有没有？你看这个受如果失败了发展到爱的时候呢，赶快怎么样？爱的形成显然是一个分水岭，是不是？哎，一有爱出来的时候，哇，种种的问题就出来，你的情绪好坏通通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重不重要？哎，触跟受跟爱是一个很重要。那么我们用佛法的观点来看，情绪的生成执着跟爱是关键，但是还要倾向于什么呀？情绪的源头受跟触，有没有？感受来自于触，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根本的防治，根本的一个对治的齁。那么再来，我提到刚刚讲的第二个静坐啊，相信各位现在外面很多的地方呢，就是提倡啊要静坐。那静坐呢，我们知道啊，我也不多谈。各位呢，晚上我们都有静坐的时间啊，师父们的都开示很多了啊。静坐能够让人的心情呢，能够更加的怎么样呢？我们说把自己的情绪呢好好做一个调整啊。我们说呢，这个是静坐。
再来一个所谓的释放啊，这个呢释放，我们说放下，哎，放下，哎呀，这放松了啊，放松。我们说现代的人啊，忙不忙啊？很忙啊，是不是很忙？那么忙的时候呢，会不会使自己的情绪产生变化？很容易哦，是不是？有的人太忙，超过他所能负荷之下呢，情绪就出现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呢，要这个什么样？要放松，是不是要放松？那么还要放下啊，我们刚才还有第一个就是放下啊，我们说呢，很多的事情呢，哈，我们说呢，要放下，不要呢太过于执着。哎，有的人哎，我们一般讲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呢，我们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塞翁之马，焉知什么非福，是不是？那么你看看这个，有时候这个得失心不要太重了，也许你在 这里失去了，你可能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得到了，是不是？所以呢，失与得实际上呢，这个是很难说的哈。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呢，要放下了哈。那么很多事情，你现在呢，失去了。我们刚刚讲前面的四种烦恼，我，什么都是我。那么，当你不是属于你的你就苦就来了。那么，我们就要学习让它能够放下。再来就是放开，放开的心胸。我们说呢，放开你的心胸，放开你的成见呐、是不是？去接纳各种不同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常常讲这个，放开，好比什么呢？我们说呢，各位来这里学习，或许呢，你们在你们的学校都各有专长，各有不同。你们的，我相信各位在座的知识学问呢都是很高的。那么一旦呢，你到光德寺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你就要呢。放开你的心胸啊，那么呢，来听听到底呢，平常我比较少接触的这个层面趁这个机会呢，我来接触看看，来了解呢，哎呀，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的师父这么长得这么庄严就出家啊？到底佛法有什么吸引力呀、我去看看一下，是不是？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放开呢？再来就是放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那么你很烦、很烦恼的时候，很看不开的时候，你不妨放空，找一个宽阔的地方，哇，拥抱大自然，放空一下自己。我们太忙了，脚步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呢让自己放松，也没有让自己放下，也没有让自己有机会放空自己。那么像我在慈上的时候，我如果在这边上课回去，哎呀，我第一个赶快跑到哪里？稻田的田埂的这个中间，你们知道慈上一看去几万公顷就是稻田，上面是蓝蓝的天空，哎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呢，各位不妨如果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不妨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延迟满足，那么延迟满足主要就是要让你呢在情绪要发动之前怎么样呢？让你能够有机会来缓和一下。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说，当你事情碰到之后，你要有三思啊。各位，我们常常讲要三思而行啊。哪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发动思，称为三思，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要让你有机会来克制怎么样这个冲动，不要让它一下子就跑出来。我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的解释是怎么样。所谓的神律师，就是呢，当心一触境的时候，内心当中怎么样，失心所就起来了。你会去想，心里想，哎呀，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呢？你会考虑一下，神律一下，思维一下，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决定。好，考虑一下，想一下之后呢，你就说，好，我决定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决定思。决定之后呢，你就会透过你的身口而发出行动出来。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先让自己审虑一下，审虑思一下然后呢再来决定然后呢再来发出行动出来这个是要让我们能够延迟考虑让我们的
再来转念，我们说转念是一种心智上的一种什么样的练习，也就是所谓的修心啊。那么我们说呢，内心的一种休息啊，我们说内心的一种休息啊，一种的这个改变啊，我们心智。但是这种转念的目的当然是什么？让自己得到快乐啊，对不对？不然我们转念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自己的快乐。那我们来看看转念是什么呢？心智的训练首先要明白什么？负面情绪所带来的思维，所带来的思想，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平常当然这种转念不是说我上现在遇到事情我马上再来转，这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平常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休息，这样一个练习，是不是？那么我们说呢，当负面情绪所带来这个思想我们说就你要知道它是具有破坏性而且是负面的，然后呢想办法加强积极正面的思想跟情绪。我们说你在消减你负面的这个力量，让你正面的力量怎么样？能量，让你正面的能量能够加强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慢慢减轻，譬如说愤怒啦、嗔恨这些能量呢，让它降低下来。那么打个比方，愤怒这样的愤怒时的，我们需要加强这个我们要化解掉这个愤怒的这个力量，但是我们要加强哪方面的力量？慈悲的力量出来。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对于嗔恨心比较强的、比较容易发脾气的这样的自己的个性是属于这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加强，要多观慈，多有这种慈悲心来观待事情，观待对方哈。好，那么我很快呢把它呢讲完。那么好，我简单讲一个转念。我们知道这个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吧，苏格拉底有一个很凶的太太，是不是啊齁？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苏格拉底呢，那么跟他太太呢打吵吵大大吵了一架之后呢，这个他太太呢就拿了一桶水往他的头上泼下去。那么苏格拉底就讲了，哎呀，他说呢，哎呀，雷声之后必有大雨。哎呀，你看他这么洒脱，他太太用水浇在他头上，他说雷声啊，骂他骂他，这个是雷声，雷声之后必有大雨，是不是？这个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了，这是必须要呢透过不断的这个这个学习自己心理的这个训练。那么最后呢我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呢阎罗王来信的故事呢跟大家共勉。我们呢有缘在这里了，希望呢各位呢今天呢听了佛法也能够华喜充满。那么莫道老来方学道，孤魂多是少年人，大家都有听过吧，是不是？那么有一个老人家了，他死掉了，到阎罗王那边呢，阎罗王就说，哎呀，你这个人这个老人家年纪大又听闻佛法，怎么不好好修，跑到地狱来啊？那么这个老人家就回答说，哎呀，阎罗王啊，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你怎么也没有捎封信给我就把我抓来，我还没有时间研读佛法呢，你这样就把我抓来，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这个阎罗王就说了，谁说我没有写信给你？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你的头发一根白的时候，我就是给你一封信啦。你的牙齿掉了一颗的时候，我就是给你一封信啦。你的眼睛呢看不到，慢慢模糊了，我的就给你一封信啦。你掉了几颗牙齿，几根白发啦，我给你多少信啦，你都不知道啊。那么有一个年轻的就跑进来，那阎罗王你很不公平哦，我这么年轻啊，他那么老，我也没有白发，你怎么就把我抓进来啦？阎罗王就说，有啊，我也有写信给你啊，只是你不知道啊。你看看啊，你家隔壁的比你小的弟弟啊掉到河里死掉了，你想想看哦，他的年纪比你小就死掉了，你比他年纪大难道不死吗？那么就这样讲。所以呢我常常想，就是说有一个因缘能够让我们学习呢多多学习呢我们佛法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共勉，希望大家呢能够法喜充满。最后呢有一个很简单30秒的
动画啊，让各位看看。很高兴呢，今天呢，我的两节课就跟各位报告完毕，祝大家，祝福大家啊，心情愉快。那么也不要忘记了哦，今天晚上啊，如果有心得报告，请大家踊跃踊跃。那么也可以呢，给我一个意见啊，是不是？好，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大事，士大夫会庄严宝器，
宽容一切三种不共，是无所谓如来实力，即以十八不共方法，贪得无伤。